我不想玩。可是别的好弱，资源上很强吗？强的强的很强的，试试吧。你算一下，你几对儿有没有可能额外出张杀？你能额外出杀，我就赌；你不能，我就不赌。读吧。谁要跟我开始乱争记。宠，我就让他死。顺手牵羊，直接那个吗？乱记。我的剑支挡我。准备颇多，谁都挡不住我的剑阵。他妈，本来我想连你三张杀的，你要乱就乱。我的剑支。准备，谁都挡不住我的剑阵。连弩三张杀不如乱击来的准。你看李绝全闪，再来。不能再乱那了。就九杀李绝。我有一对我要那个乱吗？对啊，一对那就乱击。我没牌了呀，这样。我的剑阵。没牌慌什么？谁都挡不住我的剑阵。没牌哎，我慌什么？九不是白磕了吗？所以我让你算牌啊，你自己牌没算好，这能怪我吗？那本来要打九杀的呀，你不能什么事都赖我。我不能让皇儿以为不薄。啊，还有桃。我攻。想想也不太可能有。摸多少牌？小儿，气短粗。我又直接砸死了。本后必照无数，雪耻为快。不要跟我，不是我不就死了吗？你死了，我再摸三张呀。右军死了，我再摸一张呀。你死了，我再摸一张，我摸五张呀。防不胜防。只要我开心就好。我不能让。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。哎，我辛辛苦苦半天，最后我还要死一下。哎呀，你死一下会死啊！好了，谢谢夜雨啊。太过分了吧！不要过分，这样，别急，下次啊，下次一定让你爽。什么？说了半天，你选袁绍呀，可好玩了，然后喊我说那袁绍是好玩呀，袁绍不好玩，对吧？当然袁绍没有我哪里好玩，好玩的好玩的，不是哪里好玩呀？哎，我就不好玩，就不好玩，射了几发我也觉得没有你好玩，肯定没有我家业余好玩。下次，哎，我射了几发歪箭我就没了，然后你在那边毒死一个，毒死两个，把队友毒死了。对，下次我选袁绍，下次我选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我可。这样吧，夜雨，那个下次有机会继续带你玩啊。今天你玩了一下午了，谢谢夜雨。大家在夜雨走之前跟夜雨打个招呼吧，好吧。嗯，